山西祁县因乔家大院闻名四方。清末乔家票号曾遍布天下，正因走南闯北四海为家，乔氏一族历来重视端午团圆，返乡敬聚宴席缺一不可。我端四哥就是端午节生的，所以后面起了个名叫乔端四。上菜喽！端午吃什么，人们心中有数，红布盖住的早已不是神秘，而是隆重如一。黄土高原是地球上最大的黄土区，这种看似荒凉实则肥沃的土壤所产出的食粮黍米，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食，当地人至今称之为黄米。这种吃起来软糯清香的黍米，勤劳聪慧的先辈们把它和红枣搭配，拿芦苇叶包裹，最后用马莲叶捆扎，黄米粽是最古老的北方粽子。今年端午恰逢乔家两位老人的九十寿辰，乔氏后人乔立强将精心操持一场以粽子为主菜的寿宴。黄河壶口瀑布附近土壤肥沃，是黍米的最佳种植区。家住壶口瀑布附近的老薛一直为乔立强供应黍米。老薛，刚从地里回来，倒了一身土。每年端午前夕，乔立强都会如约来到这里拿黍米，看看咱们今年这个成色怎么样。颗粒饱满，颜色也挺好，不错不错不错。黍米的清香要通过搭配才能凸显，这就需要另一种甜美的食材——红枣。它那个皮儿薄肉厚，核小，掰开以后呀，它能把丝儿拉出来，因为它糖分挺大的。包黄米粽的黍米需要现碾现用，用传统手工方式碾出来的黍米颗粒饱满，不会破坏黍米的肌理，保证食材本身的口感。把脱完壳的黍米倒在米缸里浸泡48小时，直到黍米微微发酵。长时间的浸泡使黍米变得软糯。选取7月份成熟、色泽红润的狼枣洗净，嫩绿的芦苇叶放入沸水中煮3至5分钟，散发出微微香气。当一切准备妥当，人们要开工了。先将粽叶折成漏斗形，在角上先放一颗枣，再放入黄米和另一颗枣，以粽叶收角，最后用野生马莲叶扎紧。这是代代相传的包粽技法。黄米粽包好以后，在锅里铺上一层粽叶，放入粽子后加水直至没过，盖上篦子用石头压住，这样煮出来的粽子紧实团圆。大火烧开之后，文火慢煮2小时。哎呀，兄弟！哎呀，粽子！哎呀，老师，谢谢老师。再来酒三酱，豆三酱，哎。黄米粽的吃法很多，通常蘸上白糖、桂花酱、玫瑰酱和古法红糖，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好个好，尝了不尝？吃了，吃了。今天做的怎么样？它是原来的我老是告诉你吃了两。吃了挺好。勤劳质朴的晋中人，用手的温度和舌尖的记忆，守护着晋中美食的真谛。一口黄米，一口枣。清香与甜美接踵而至，犹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憧憬与报偿。他们相信，时光轮转，美好永存。外出留学的婉晴，归乡路上充满着期待。在她即将和家人团聚的地方，宗族文化仍然鲜活地保存着。
每到端午，镇上的男女老少齐聚祠堂，抬猪、舞狮、祭拜、祈福，鞭炮响彻了这个丘陵环绕的小镇。晚清的外婆温造莲已经74岁，每到这个时候都会亲手扎油糍、包粽子，再拿到祠堂送给亲友分享。今年为了让外孙女婉晴一解思乡之苦，温造莲准备了自己最拿手的碱水粽。碱水粽是粤西人熟悉的家常食物，所谓碱水就是草木灰稀释后的碱性溶液，用碱水煮过的糯米清甜金黄，利于存放。则何种草木是各家的秘籍，温造莲喜用龙眼木，叶子与木屑混合烧灰，回味独特。呢啲碱水咧，度碱灰咧，度用龙眼而整嘅，整到咧以前咧度冇得卖，呢家咧度整到佢咁啊香香甜甜。灰烬过筛，静至冷却。温造莲又信步上山，山林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当地称为大竹叶的箬竹随处可见，它们宽大的叶子是碱水粽最好的衣服。成竹经劈砍消灭，粽衣的捆扎也有了天然丝线。棉纱布放上草木灰，滚烫的开水从头浇下滤过，最传统的碱水就做成了。龙眼木灰带来的少许甘甜味道，是温造莲的粽子独树一帜的秘诀。提前泡好的糯米和碱水拌匀，这个过程全凭经验。如果碱水过多，最后的成品就会苦涩发咸，难以下咽。箬叶铺好，折成兜状，把拌好的糯米铺满其中，再用另几条粽叶裹包，细竹篾捆扎紧实，一个细长圆柱形状的碱水粽就包好了。初次尝试亲手包粽的婉晴略显笨拙，但是在姥姥的眼中，外孙女儿对传统手艺的热情，其实正是对家的眷恋。一年来的思念有了着落。包好的粽子码进锅里，文火慢煮，让碱水和糯米慢慢融合，充分作用，软糯中有韧性十足，言谈适口，可以对抗广东的湿热。蘸上砂糖，一口咬下去，这就是婉晴心目中最美好的家乡味道。岁月长河的慢慢摸索，让这取材于田间地头的普通食物，包裹着亲情与牵挂，变成了最亲切的童年味道，变成了代际之间的亲情象征，变成了舌尖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90岁的吴在天老人用一辈子经营着厦门古早味店，烧肉粽是店里的名片。
而小店则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片。吴在天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那时如果能吃上一回有多种馅料的烧肉粽，真是不亚于珍馐美馔，刻骨铭心。如今他的小吃店虽早已飞升海内外，老人却始终如一，好食材才有好味道，是他抱持的信念。即便腿脚已不方便，仍每天坚持到店里检验食材，一辈子从无懈怠。那么多年，爷爷一直嘱咐我们坚持手工制作，不用机器，不开分店，不做外卖。其实我们都知道，爷爷为了就是让我们的店味道。让味道永远不变，就是吴家三代人制作的烧肉粽备受欢迎的秘诀。制作烧肉粽有20多道工序，与别处不同的是，制作厦门烧肉粽还必须有一套烹制的好功夫。包粽子的糯米首先得中火快炒，浸泡松软的糯米在快速翻炒中，卤汤、葱头油、五香粉等食材次第入味，米羹色泽金黄，干松飘香。糯米炒好后，下一步就是要准备最为关键的馅料——卤五花肉。上好的五花肉洗净后，放入汤锅中，慢火熬煮。肉要卤制到深棕色，没有血水就行了。近十几年来，许多制作工艺只能妥协于社会的发展。燃气炉灶火力更旺，却不如柴火慢熬慢炖的肉有滋有味。速度快了，工艺流程却不能马虎，得尽可能的接近传统工艺。啊，对，就是这样干。卤好的五花肉切成小块备用。包粽子先把粽叶卷成漏斗状，再抓一小把炒糯米垫底，陆续放入烧肉、板栗、虾仁、香菇、干贝，最后再铺上一把炒糯米，裹上粽叶。捆扎用的绳子也有讲头，必须是本地的咸草，就此一只烧肉粽才算完成。粽子煮好后剥开粽衣，多种香气迎面扑来，粽子色泽金黄闪亮，味道香甜婉转，再蘸上东南亚口味的沙茶酱，更是回味无穷。厦门人食肉粽在明代已是常俗，几个世纪过去，集海陆食鲜于一身的烧肉粽仍然是现代厦门人公认的心头好。一个地方的味道总是与人类的迁徙和变迁息息相关。如果说厦门的南洋七楼是厦门开埠百余年文化交融的见证，那么吴在天老人传承了近百年的烧肉粽制作工艺，则是厦门古味和南洋味道融合的结晶。吴思航的儿子在去年端午节这天出生，一家人为孩子取名小粽，一家四代与烧肉粽情缘难解。如今重孙正在蹒跚学步，爷爷已步履维艰。时代虽不同，一家人走着的同一条路，就是让古味和人情与厦门善存流传。点鸭蛋，然后包粽子，好不好？好嘞，好嘞。当粽子来到热带，会变成何种模样？沙滩、海。
海盐、红树林，当所有这些因缘和合，一只造型奇特的搂搂粽诞生了。我包粽子呢，已经有40年有余了。孙少仁，儋州孙氏家族第33代传人。这个家族制作粽子的历史长达数百年，搂搂粽是整个家族的招牌。孙氏一族世居海滨，粽子自然充斥着满满的海洋味道。儋州海湾密布的红树林引来了成群的跑海鸭，由于喜食鱼蟹，跑海鸭蛋可以说鲜美如膏，这正是搂搂粽最核心的味道。它会带有很多油脂，吃起来呢很香很粉沙。对食材考究的孙少仁，除了选用跑海鸭蛋为馅料，还加入了儋州千年古盐田中的海盐。临海的额曼火山在100万年前的喷发，让熔岩流入海水。儋州古人从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之地取材，垒筑盐田，历千年而不朽。咁我对你腌手啊，哎呦，对吗？这种盐呢，它咸中带甜。孙氏搂搂粽之所以不放糖，也有香甜生发，秘诀就在于这一味海盐。孙少仁做粽子，处处都有讲究，腌制五花肉的顺序更是不传的秘诀。粗盐、姜末、蒜末、料酒、酱油、细盐、花生油，它是按顺序走，一丁点都不能有错。包裹搂搂粽，他选用了气味清香的野菠萝叶，一派热带风情弥漫。这个怎么包粽子的？煎成一个篓子给你啊。篓子。对。编这个篓篓的时候呢，就像女孩子编四股辫子一样子。先蜜先。等一下到肉啊，还有咸蛋。对。我们拿这个缸来煮粽子呢，因为它的缸的体质厚，它的香味跟别的香味不一样，它也很容易熟透。无论是跑海鸭蛋、千年盐田，还是煮制的泉水，每一样的采集都要往返周边100公里。一只小小的搂搂粽，却是要付出300公里的诚意与辛劳。有了面朝大海的搂搂粽，又怎能没有春暖花开？玫瑰花粽子信手拈来。将玫瑰花瓣切成细丝，与米搅拌均匀，这样能使花香充分融入米中。儋州地处热带，全年高温，采回的玫瑰花瓣5小时后香味便会随水分散去，必须连夜包裹成粽。我们选芦苇叶来包裹玫瑰花粽子。芦苇叶能够将粽子包严裹紧，封存香气，保证了玫瑰粽的花香。女人玫瑰手有余香，每逢端午节，孙少仁都会带来自己创新的粽子给友人品尝。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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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以叶为楼，以花入粽，千年盐田助力佐味，在中国的最南端，神奇的粽子已经迈出了进化的第一步，而全天下的饕餮食客都乐见其成。粽子到底应该多大？没有一个国家标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谭森村，粽子可以巨如枕头，可谓雄霸江湖。作为端午节传统，舞狮与粽子缺一不可。
每家每户都把自己包的粽子高高挂起作为彩头，有舞狮登高猎取，号称彩青。李德贤为人热情豪爽，大众一条心，四平八稳，四季发财。每年端午，他都会把自家的彩青粽子与大家一起分享，从不吝啬美味与彩头。早在宋朝时，壮族大粽便已出现，制粽时需要一家人合作才能完成。大粽原是壮族过年必备的年节食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大粽也成为壮族端午的主角。李德贤一家团聚的日子将近，他要为即将到来的团圆粽宴做准备。普通的粽叶已经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粽子，叶面宽阔、长于山谷的中叶才是壮粽的外衣。在这个粽子叶长了一年，刚刚好到季节就可以利用。包壮族大粽不仅要用中叶当粽叶，馅料也格外讲究。喂，好卖呀、啊！多少斤了？这个6斤左右，有6斤了。哎，五花肉要块大新鲜。以肥6分、瘦4分为佳，糯米则要选品质上乘的晚稻，样样都要由他亲自筛选。横线的黄皮绿豆也是当地粽子里特别的食材，去皮后的绿豆口感香糯清甜，与五花腩肉格外相配。包粽要用的糯米和绿豆必须在前一天就洗净泡好。糯米用横线的特产茉莉花水浸泡，当茉莉花遇到糯米，茉莉花的清香和糯米的香甜混合在一起，让粽子又香又糯。五花肉要切成长条，把葱姜的味道融进米酒，再把米酒的滋味浸入肉中，去腥增鲜。肉与酒充分的融合要经过12小时，酒肉合一，这才是壮粽的核心味道。壮族大粽的成型犹如起房盖屋，洗净的中叶为粽衣，糯米按比例平铺为地基，一层去皮绿豆为内饰，五花肉则是梁柱，最后以糯米封顶。好喜欢自己做，所以啦嘛，包粽子要用多少张叶子啊？8×10张。哎，对，都要用双数的，知道吗？是我的最大的粽子，我的漂亮。粽子包好以后，在锅里码放整齐，泉水淹没，锅灶的尺寸此时显示出必要性，哪怕形如枕头，也能一体包容。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围在一起，全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我们的大家一条心的粽子的，出来吃饭了。经过整晚包煮的大粽，粽心的肉已经充分融入了糯米和绿豆中。哎，来，老爸，开粽。开粽，需由家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进行。意义就是先来人为我们领航，为我们呢打开那个以前的路子。哎呀，还有，这粽子爱吃吗？超级爱吃。一只粽子巨大如针，其中包含了太多壮族人家的美好愿景。剥开粽衣，甜美的新生活如约而至。这个粽子是什么粽子？玉
米的豆瓣，臭豆腐的。好了，豆沙，这两个小朋友猜的对了，这个是豆沙粽，你看有记号的，剪尾巴的是大肉，硬尾巴的是豆沙的。我正接触政治60年以上。今年71岁的冯月明是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如果包粽子也有江湖，那么他就是嘉兴的一代粽师。我们嘉兴要喜欢粽子，在嘉兴买粽子做粽子呢，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事情。粽子来，买几个？来三个。好，三个是吧？好。粽子在嘉兴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史料既有记载，沿嘉兴人对粽子敬趋之。如今几百年过去，这里每年消耗的粽子已多达5亿只，大量的粽子工厂设在嘉兴，嘉兴的技工1分钟内能包裹完成8只粽子，每年这里生产21亿只。可以说在粽子的世界里，嘉兴才是世界梦工厂，没有嘉兴的粽子江湖是不完整的。嘉兴这个粽子实际上它这个品种是很多的，在我们嘉兴呢，就是就地取材，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嘴里有的这个都拿来包粽子，家里有什么放什么。冯月明最拿手的就是鲜肉粽，食材的甄选可谓极致讲究。老板，哎，你好，我来看一下糯米啊。我们这里一共有3种糯米，品种呢还是我们当地的好的，当地和地方一点这个。杭嘉湖一带嘛，有名的稻米产区呀，水质比较好，用当地的糯米包粽子绝对是好的。杭嘉湖平原水绿山青，土壤肥沃，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糯米香糯黏滑，是嘉兴人最喜欢的口感。冯月明不仅选米精细，对粽叶的选择也格外考究。黄山的叶是最香，做粽子是最好的。黄山山高谷深，云雾缭绕，气候温暖湿润，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箬叶清香天然，气味芬芳。黄山这个气候包括阳光，最适合于箬叶的生长，这个叶比较长，宽也比较宽，越好的环境它就越香。之所以对箬叶的选择严格，除了天然的清香外，对抗炎热气候才是初衷。因为出去劳作了，饭是放不久的，那么就把糯米包了粽子。它糯米包了粽子以后呢，它是保质期长，粽叶又防腐型。冯月明包肉粽只选猪后腿肉，后腿肉筋道紧实，味香不腻，肥瘦比例最为相宜。嘉兴粽子肉，人家根本想不到的，料酒、盐、味精、糖配好以后，要好好的擦，擦到这个肉起白膜为止。同样用这个料，同样是这个料，炸得更香。包粽子嘛，有讲究啊。下面是一张，背面是朝上，背搭背，斗里面是光的，外观也是光的。煮好以后，那叶子上不粘粘的，外观很漂亮，又方方的。包好的粽子需与滚水下锅，糯米瞬间受热膨胀，及时保留了粽子的美味。每年端午，数亿只粽子被嘉兴人风卷残云，不仅如此，数倍于此的粽子被行销全球。作为嘉兴人口中的东方快餐，这个古老的中国食物成了嘉兴人洋洋自得的来源，让整个世界都见识了一种另类的、带着清香的中国制造。Yeah!
汨罗氏位于汨罗江下游，战国时为楚国境内，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曾被流放于此。秦灭楚国后，屈原救国无望，遂自尽于汨罗江。百姓自发地祭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年复一年的活动流传下来，建成风俗，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而与其他地方不同，在源头汨罗，千年祭祀仍存。追根溯源，上古重大祭祀必选牛来献祭，粽子以牛角为形。时光流转，如今端午节早已演变成家人团圆的日子，曾经用来纪念先祖寄托追远之情的粽子，也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饕餮之物。开吃了啊！端午故里汨罗，粽子入正餐已成旧俗。哎，周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是啊，我们想那个两天之后啊，哦，一块集资去。那我们还要加快进度啊。以粽子制作精良闻名的周洪勇接手了屈子祠端午祭祀的粽子制作任务，开始了自己严苛的准备。玉池山，汨罗境内海拔最高的山脉，山间林竹苍郁，清泉幽邃，海拔700米生长了一种野生箬叶，叶脉清晰，清香逼人，是粽衣的不二之选。我采叶子是每年的6月份，新鲜嫩绿，只有这个时间叶子最好。采完粽叶，周洪勇去寻找另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山泉水。玉池山上的山泉水清冽甘甜，这种水是可以直接喝的，最合适拿来泡米了。汨罗传统的牛角粽食材仅有两种：糯米和食用碱。糯米选本地产的三粒寸，米粒细长，糯性十足，因三粒长为一寸而得名。食用碱则取纯度高、质感细者为佳。糯米与碱相遇，搅拌至微黄，碱能使粽子晶莹剔透，糯而不烂。为了能在祭祀前准备好，周洪勇叫来家人一起包粽。加工的工艺是很有讲究的，包扎的太松它就会散掉，太紧的话呢煮着煮着就会爆出来。你看我包的差不多了。嗯，周头阳今天包的忙，哎，又搞反了呢。还是忘记了。你们两个都要学会啊。煮粽需趁沸水下锅，以猛火烧煮2个小时，在水第二次开后加入适量的碱，能使煮熟的粽子格外清香。自古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份精细与精心都包裹在粽子里。结果这份崇敬和祝愿放置于祭台之上，是汨罗人对先祖最真切的感怀。端午祭祀的一大功能是为了之后的龙舟赛祭龙头，龙舟队员们成为牛角粽第一批品尝者。咱们吃个粽子准备下水了。好、啊、好。赛龙舟这种独特的竞技是汨罗人追远的方式。先贤以美证涅槃，德庇后人，后人以节日庆贺，承继先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屈原精神，穿越千年历史，薪火相传。汨罗人用美食表达着对先祖的敬意和怀念。风俗称农历五月为毒月，为此中国古人依据以毒攻毒的原则创造了许多驱毒仪式，五毒饼也因此应运而生。
五毒饼没有毒。古人强调毒物造型主要目的在于驱毒。1900年传出的《京都风俗志》中，作者详细地记录了100年前人们的行为。自农历5月初1，各家各户就开始张贴毒物造型的图画，以求驱邪。接近端午，驱邪的高潮来临，人们购买五毒饽饽，互相馈赠。事实上，五毒饼已经濒于失传60年。陈六梅师傅有着10几年的面店经验，近些年他追随对御膳颇有研究的王熙富先生，开始尝试捡回这道传统御膳。然后多了，他就拿手蹭一下，把它蹭下去，打出来好看，不带边儿。放入烤箱，高温凝固成型，让这份绝技的食物重现与师徒二人的传承之情当中。师傅，烤好了，您尝尝，这个是豆沙的，就是馅儿大小，做的也比较合适，味道也好。五毒饼。一个行将消失的中式糕点，正是像陈六梅这样一个个面点传人的坚持，将那些渐行渐远的古老滋味传承下去。将一只蛇蝎造型的五毒饼一口咬下，酥脆香口的回味同时，脑中却闪过与如此毒物的亲密接触，其间的体会只令人五味杂陈。在饱含着美味与心理暗示的精彩体验中，美食与智慧在此处完美的交汇如一。在扬州，粽子并不是端午餐桌的主角，12道红色为主的时令家常菜成为这一天家家必备的宴席，人称扬州12红。
在古人的认知里，夏季五行属火，火为红色，吃红可以辟邪祛病。在江苏当地风俗中，十二红要在端午这天午时吃，故有长午之称。朱海峰和妻子都是淮扬菜厨师，一个擅长热菜，一个擅长冷菜，两人一冷一热刚好互补。每逢佳节，两人就会回到扬州郊区，寻找田间地头的当季食材是两人的共同爱好。扬州江河湖泊纵横交错，青虾白虾曾经产量丰富。大爷，可以带我们出去捕点虾吗？随着环境保护的加强，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寻找当季的时令物产已不再容易。两口子跑了半天才找到几两野生河虾，不过刚好够做一盘菜。河虾外壳薄而软，滚水焯两三分钟，外壳中的虾青素受热而成红色的虾红素。时令河鲜加上当季韭菜文火翻炒，红绿相间，鲜香兼具。古时扬州一带可通海，公元前中国东海已经有捕捞黄鱼的活动。端午时节正是大黄鱼的汛期，此时的黄鱼身体肥美，鳞色金黄。由于入选十二红必吃名单多个世纪，黄鱼成为不可或缺的十二红代表菜品。先把葱蒜干辣椒放入油中爆炒，再把黄鱼下锅，用小火煎香，加生抽红烧，煮好的黄鱼色泽黄亮，鲜咸合一，鱼肉滑润细腻，别有风味。扬州人爱养麻鸭，麻鸭生产的双黄蛋当地独有。为了端午吃上一枚鲜红油润的鸭蛋，扬州人早在清明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他们把双黄蛋裹上加盐的黄泥，再滚上草木灰，然后密封储存起来，等到端午时开坛取出，不仅鸭蛋的腥味尽除，咸度也刚好，煮熟后切开，橘黄色的蛋黄溢出一层金灿灿的油，飘出松仁般的香气，吃到嘴里醇香绵密。大人们忙着准备节日美食，孩子们早把端午第一道红吃进肚中。十二红取材于红色的菜，不是红色的菜呢，把它做成红色的菜。最红的一道菜当属苋菜，连汤水都红得发紫。大蒜苋菜好似一对黄金搭档，一同出场，不仅能够杀菌止泻，还可以健胃。端午万物繁茂，人们回到乡里，点一把稻草，燃起火塘，一家人各司其职，等待着土灶把时令食材变成无与伦比的乡土味道。很快，朱海峰家的十二红依次摆上了八仙桌：烧黄鱼、炒河虾、咸鸭蛋、洋花萝卜、枇杷、炒苋菜、车厘子、烧鸭、红烧肉、烧老鹅、烧子鸡、红豆粽，这就是朱家的十二红。十二代表每年的十二个月，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至于扬州家宴到底有多少种红，没有定位，随时代物产而不同，但红是核心，这底色足以说明一切。绿豆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作物，在21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变着花样食用绿豆了。
本草纲目对绿豆就多有点子，称其可以磨面取粉制成膏，不但解热还能补气安神，可谓一赞封神。作为湖北人的李时珍，想来或许也是一个绿豆爱好者吧。武汉又称江城，自古就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往来的热点地区。这里地势低洼，水泽遍布，聪明的武汉人用美味的绿豆糕迎接湿热的夏季，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吃了绿豆糕，头上不长包。端午将至，老辈儿流传下来的歌谣又唤醒了老武汉们的美食记忆。每年这个时节是吕维才师傅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他所服务的老字号曹祥泰，自清末开始就是靠着一手绿豆糕雄霸武汉三镇。做绿豆糕做到现在有几有10多年了，看到蛮平常啊，其实还是蛮辛苦的，把那个山会起早一点。你如果做得好，群众还能欢迎；如果做得不好，哪个相信呢？群众的一个舌头是最狠的，他都晓得哪个位置东西好，他就往哪个位置跑。每年夏初收获季节，店里的员工就远赴河南、陕西收购优质绿豆。照古法，为了每年端午一季的销售，要提前一年备料陈放。我那个豆子啊，陈放一年，陈化以后呢，没有豆腥味，把它封存起来，第二年来再来做。储存时不能去皮，这样才能让时间之手发挥神奇的作用，让一年以后磨出的绿豆粉，起沙松软，滋味独特。红豆沙馅料的制作也很讲究。不仅红豆选料苛刻，就连绵白糖都是吕师傅亲手熬制的。红豆呢，也是在锅里面进行煮，当中加鱼糖、油，到了一定的浓度的话，又要加鱼第二道糖进行熬制，使它口感呢更好。吕维才师傅把绿豆面和绵白糖混合均匀，加油、搓揉、过筛。先在模子上铺一层细腻的绿豆粉，塞进红豆沙，铺粉压实，轻轻敲打，糕坯就成型了。成型的绿豆糕紧凑地码放好一篓，就由师傅推进蒸炉，半个小时的水汽滋养之后，热气腾腾的绿豆糕就出锅了。一旋古法，用蒸不用烤，少了燥气，多了清润，深得夏日养生之道。吃了绿豆糕才算过端午，是老武汉人心中的烙印，也成就了绿豆糕在武汉当地的神圣地位。多年不变的绿色花纸包装秉持了传统，简朴大方。有的老顾客说，就是这花纸包装，就是这油润渗到纸上的样子，才是老武汉的传统，才是端午的感觉。轻轻咬一口，绿豆的香气在嘴里弥弥漫漫地散开，甜甜腻腻，沙沙软软，味道会成为记忆，记忆会传承为烙印，迷恋也因此而来。